Go, go.老板说什么？我是投票22%的，没关系，老板，还是帮你关个视讯。我先认真洗一下这个，好不好？这个频道心中永远的痛，天上的气息。我先给老板一个交代。不开玩笑，海底捞月，谢谢。最后十颗不上头。海底捞月，非常感谢橘子工程师，谢。30%以上，没有问题啊，老板。但我认真说，天上真的不好洗，27字而已。我认真说，天上真的不……老板，这个要留吗？老板，33 HP 不留，不留，那就继续喽。还好不是顶趴，还好不是顶趴，可以接受。受不了，视讯要出来，视讯要出来，视讯一出来就是游戏准备结束的时候，最后一颗。谢谢各位，游戏准备结束的时候，差一点点啊，老板说再10颗。Oh my god， 怎么那么多 HP 和 MP 啊？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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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 哈、哦，33%力可以吧？负二放第三排就好，好不好？这个要求非常的 easy，OK、okay?。33信。老板说什么？可以关视讯洗吗？哇了 fuck！ 你是存心给我难看是不是，工程师？你是真的存心给我难看是不是，工程师？哎，不过可惜了，幸运敏捷没有力量，这个真的可惜。原本要给老板300，你现在自己300吧。主播最后一点尊严就像被践踏、欸，真是。走起喽！哇，30名！哇靠，这样没有。我先说好哦，我不想看到什么山峰这种东西哦。我相信聊天室也没有任何人想看到山峰这种东西，好吗？所以不用出啦，谢谢。哎，不对劲哎，不行啊，但是主播得要出马。我觉得我再不出来，为什么会洗到39粒？原因很简单，主播的视讯出现了，39粒 ，OK 吧？接下来是换口红，对吧？老板说什么？视讯开着，我跟你讲，只有老板啊，眼光最好，好不好？只有老板看清现实啊！今天这场直播是谁来洗啊？但是。哇，差一点点，再来，没有，再来，来呀、啊，39，39，39，哎，这个看起来很恐怖，你知道吗？但是这看起来很恐怖，这个感觉随时都会出事的那种。问题是连33都没有是怎样？这口红顶趴是30%，口红和巨大位置对调，好好好好好，有吗？有了吧？这个有吧？有 ，nice， 36字 ，nice nice nice， 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36字含全数，好不好？咱们天台相见欢。啊，上天台的记得不要携带什么夺棒，好吧？我们是一个友好的直播，好吗？
以后如果我开什么那个见面会啊，我绝对会约在离警察局至少是警察一分钟之内能够赶到的距离。例如警察局对面的可能星巴克啊，或者是一些咖啡厅之类的、餐厅之类的，绝对是警察一分钟之内能够赶到的地方。这个是法师肩膀，所以30字以上。Go go， 有吗？哇！这样都能看错，真的累了，真的累了。这个洗完差不多要来关台，真的累了。哇，这样我都能看错，我眼睛是脱窗了，是不是？好不好？我真心真意的跟你道歉。视讯关掉，来准备出货。这个是法师的，好不好？这是法师的 ，Go go。Holy shit， 到底最后一颗，3、2、1，海底捞月，谢谢老板，还来吗？还是先这样子？好，老板说再10颗。哇，这个是鬼吧？粒粒性性明明，最猛的是什么？一排智力都没有，这是三小啊，哦，心态快没了哎。老板不知道为什么洗完以后又看到你手上的那根球棒，突然觉得心里一阵毛毛的。今天最后一位好不好？完了，剩一颗了，聊着聊着那快去了，谢谢。海底捞月，蓝子真海底捞月，最后一件直播，最后一件，最后一颗，最后一位老板，游戏结束。